哦，我的老天哪！哦，我的老天哪！ 小猪佩奇的爸爸猪爸爸带了一个好玩又好看的恐龙的气球，想要送给小猪乔治，但是在半路上却被巫婆小猪所小，并困在了恐龙气球上。幸亏汪队立大功的莱德队长将猪爸爸带回，给了小猪佩奇。小猪佩奇用他的魔法棒将猪爸爸变回了原样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 这幅画主要是由粉色、玫红色、青色、蓝色、深绿色、浅绿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黄色、红色、墨蓝色、浅灰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